迎来到今日赛场上角，我们将对每天 NBA 比赛的亮眼球鞋进行盘点，介绍性能、历史以及球鞋背后的故事。今天周二 ，NBA 进行了三场常规赛 ，PJ 塔克今日常规三双球鞋，火箭击退开拓者，哈雷尔上脚为试售配四，快船不敌猛龙，阿德脚踩 AG 33清爽配四，马刺送太阳十连败。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 NBA 球星上脚吧。PJ 塔克今天在场外脚踩 UNDRCOVRX DANAKIRABACTELEMENT87， 在场上脚 NITEAIRPENNY2。Miami Heat 以及 NIKHYPERDUNKXLOWP 塔克今天常规操作，喜提三双。1996年 Nike Air Bunny 2正式推出，延续前代皮质鞋面，保护性和包裹性相当出色，延伸至鞋面的中底部分，被设计成为了波浪的形状，加强了防侧翻。中底使用前掌 Zoom 后掌 Max 的组合，前掌 Zoom 带来更快的启动速度，后掌 Max 带来更舒适的缓震。足弓处的碳板让前后掌力量传导连贯，抗扭转性出色，实战性能非常强大。这双 Miami Heat 配色发售于2016年2月，鞋面由黑红色反绒皮面料搭配皮革呈现，鞋侧、鞋底以及鞋舌处则辅以金色的 E-Cent 标志性 Logo， 最后搭载 Max Air 中底呈现。哈雷尔今天上脚 Reebok Questions 未试售版本，快船不敌猛龙。阿尔德里奇今天上脚 Air Jordan 33 PE 配色看起来非常清爽。 CJ 迈尔斯今天上脚 Air Jordan 13 Black， 詹姆斯今天场下上脚 Adidas Ultra Boost 2019，场上亲日 Adidas Shadow Vol 3 PE Ultra Boost 1.0 到 4.0 鞋型变化不大，一直给人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感觉。近日 Ultra Boost 终于迎来了大改，15上脚图已于近日释出。这款 Ultra Boost 没有被命名为 5.0， 而是以年份命名为 Ultra Boost 19， 侧面表现了 Ultra Boost 19与前几代的根本不同。19最大的变化出鞋面支撑上，原本的 TPU 后跟支撑片加以镂空处理，侧面的三线支撑变成了一片半透明之物，鞋面编织纹理更均匀，变成上下两部分缝合拼接。19比上一代增量了20%的 Boost 缓震材质，